哇，你那个好低哦！好家，我端的。我管到你看，要多停到这儿，这么多家。哇，金山。我给倒，三瓶高粱，哎，罗家该到了啦。罗家，要是来跑，那就来倒，等我让给东西。来来来。哇，你们看哈，老师，我倒过你两个亲家。来来来。三瓶罗家，这个好像有点困意哦。我都不落。哇！我也刚刚就倒满了。不要担心，不要怕。哎呦！差不多了。还有几根。把这个给我倒开了呗，再倒两碗才够小。小啊！我再皮皮切切。这样呀。行了，了是。来背。你往那树上，你去那个背我哈。我这个往那找篮呢。找篮子去，我去洗好了鱼票，对吧？你不就没有人背了？走，快点。哎呀，这么多家，等老天爷再老点儿。对呀，整个多啊。来，走走，后脚后来追。要得。之前手里开挺会不怕，你老师们叫他们洗一下啊，是新鲜货，洗完了再洗哈。这是干净的，又是菜刀的。太红了这个。这快点都下大雨了，嫂嫂。我拿点上面包起来。好，你走哪呀？哎，小妹。等你提点慢点来切。来。洗衣服了，要帮你提嘛。这么多几个，你问我，我只管你个，好了哇，你家分点。我要等后边一帮我拿些，你快去哈。哦，不要不要，嫂子，有啊，要不要换两油？妈呀，来嘛来嘛，三三洗洗了，嫂子。没有。我们的都是那种泡的呢，然后红头那种。好多哦，我吃了好多哦。不怕哦，还有多的。你要拿起来都是泡的那种哈，哎。是啊。那我少了。啊，嫂子买银子去，不要拿。你要尝哈儿，不要不怕不怕，尝味道啊！你看红泡了都完。这慢点哎呀啊！啊，要得，然后走了哈，要拿羊香。那我拿点菜你去抢。不要不要，那让你要多难的。我去摘啊，摘你们那菜哈。那谢谢你，我们管有，管种了有。我帮你烧水烧过，我现在真的是不乐意了。老刘，这谢谢谢谢，谢谢。谢谢老板。你帮侬吹，你们哪能讲呢？没得了，这个慢点，这回就是期待了。我今年抽干一丢。啊，我们一庄有。谢谢老板，你往回去吧。这下我还可以给今年。哎呀，我拿菜来了。咦？哎。是哪个什么？还你哪儿打那个红啊？你上面个包拿得不呢？我都管起噻。啊，我们是按今天落雨啊，打的慢点，上他们起来，你看赶紧拿些菜来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我也是不要的，他给你追起下来拿了不啊？妈呀，小瑞，你看这个走啊，这火锅店要来着，看。放黄瓜，好压起来，然后锅里冰起冰水。哦，起火锅就是冰起冰水啊。吃饭嘞。哦，吃饭嘞。可以多少？多少呢？你爱吃肉用。来来来，要得，一门儿嘞。三门。这个手顶那儿今年第二顿喽。哎呦，弄不了这个。这黄瓜很嫩呀。黄瓜煮火锅好吃啊，这个。煮火锅就挺甜的。哦。这罗鸡卷我还真不是那个。这谁整的嘛？好明白。是的话，咱那些不偷都慢慢的倒了给，不然我那个。没有啊。把锅没倒，他把那弄了。它已经红很了，是吧？红烂了。